大家好，我是11号齐萌萌，我来自于中国首都北京，现在就读于约克大学的 Visual Arts Faculty。我是一个性格开朗，非常喜欢追求创新的新时代女生。我非常喜欢去东方广场，因为那里不但有银行方便理财，还有很多美味的 food court 来慰劳我们的五脏六腑。我们还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漂亮手机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很多漂亮时尚可爱的服装店。在东方广场还有手艺超棒的发型沙龙，偶尔也让自己换个心情，换个发型吧。说了这么多，难道你不心动吗？东方广场，我最喜欢。